今天好像过上车一样，很紧张。你觉得每一个人均我们可以收多少钱？32元。梦幻一点，188。太看清我们了，那688咯。688太保守了。1088。哇，对了。对。我们尽力去把这种大排档的传承文化能够让大家都记得，我觉得能够做得到是没有遗憾的。我爸每次吃榴莲的时候，他就这样汪汪汪。女儿很可爱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芊芊。你爸爸是几月几号生日的？1月15号。哎呀，我很想我的女儿。这是最特别的一顿生日宴。希望进来的客人可以感受到我们送给他们那份友情的爱。希望他们进来不单单是吃饭。嗯，不错。OK 啊，未过钱。没有啊，我都不太想去打气的。这里吃饭有按摩服务的吗？力度可以吗？我有点专业的感觉。上人上台工，不要了你。森哥想出去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怎么？啊！拉一推啊！我喜欢那一种氛围，带着甜的那种，真的蛮像一个甜品的。